另外咧，仲有一個我編寫咧。屏幕編寫咧就好似一般 screen cap 咁啦，咁你就可以喺上面，譬如寫字啊，或者加翻啲加翻啲圖畫咁樣樣咯。咁另外仲有一個叫做智能搜索嘅，咁智能搜索咧就你可以。譬如我打picture 咁樣啦，咩啊呢個？咩冇事？係咧。咁咧，所有嘅相片咧都會好容易咁樣去揾到嘅，譬如啲 screen cap 啊，或者之前影過嘅相啊咁樣咯。咁最後咧，仲有一個叫做筆寫窗口嘅，筆寫窗口咧，你就喺開咗之後喺個屏幕嗰度咧畫一個正方形。咁就好似一啲小應用咁樣咧，可以即刻 record 出嚟用嘅。